富士电机的电源控制用 IC 拥有适用于各种电路的产品系列，可以适用于各种电源电路，实现了高效率、低待机功率、低噪音，符合各种效率标准和环境相关法规。本次介绍的电源控制用 IC 是支持低待机功率的 PWM 控制 IC FA8C71N，有助于提高开关电源的效率。 FA8C71N 在八引脚 SOP 封装中内置了用于控制反机电路的各种功能，满足打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、交流适配器以及工业电源等设备的低待机功率要求。近年来，通过富士电机独有的突发工作控制，可以满足对电源的低待机功率化以及轻负载时的高效化要求。 FA8C71N 内置了710伏高耐压启动元件，因此 FA8C71N 可以支持各个国家地区的电源规格。内置了将山脊电压前置在16伏的功能，即使向 IC 供给的电压增高，也能够维持稳定的山脊驱动电压。该 IC 通过改变外部电阻，可以从 Strong、Middle、None 中选择过负载检测的线性校正，支持各种开关电源的规格。 FA8C71N 的功能如表所示。富士电机不断追求技术革新，为实现安全放心的社会做贡献。